继续要来关心到民生用水的消息。嘉义地区为去年冬天进入淡水期了后，至今降雨量偏少，供应嘉义县市民生以及工业用水的林义潭以及南潭水库的蓄水量直直落。南潭水库因木区被征收后的雾加古井全部流出水库，显示水情的严峻。经济部抗旱应变会议决定，嘉义地区预定为四月五号起进入第一阶段的旱水，也呼吁民众要用水。嘉义地区伫咧最近一直拢无明显的大雨，所以供应民生含工业用水的南潭阁有金鱼潭两个水库，截至22号有效的蓄水量是1206万吨，有效的蓄水率无到35%。经济部抗旱应变会议决定，嘉义地区对4月7号开始要来进入第一阶段旱水，针对阴暗11点到隔天透早6点进行减压供水。因为距离淡水期结束阁有一段时间，目前透过政府含全民共同节约用水，以及有效来调配着水资源、人工、真好的方式，期待伫咧4月底进前会当稳定目前水情良好，避免采取第二阶段以上的限水作业，而且5月底进前卖实施影响民生产业的第三阶段限水措施来努力，嘛希望民众会当共同来配合做伙节约用水。最新新闻，中央新闻网小选嘉义市采访报道。